第一步呢，就是这个帽呢，就是不要搭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刀尖就是长出来的话，这刚好可以切这个纸厚的，来，我先试一试。对，这样划一刀，太深了，这样扭一下，把这个帽再往外扭一点，就是差。可以测试到差不多的一个范围之后呢，就按一下暂停键，按我们的 F3 键，F3，台落刀，把它这个刀架给降下来，是我们，然后你可以再测试一下。按住这个 shift 加这个确认，会测试一个小正方形。如果太深呢，就是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可以调浅一点；如果是浅的话，可以稍微在这微调调深一点。这就是半穿刀的调法。